去山上找你吗？小时候跟爷爷奶奶住在山上，爷爷常常跟我说，只要抬头望着星空，世界就会变得好大好大。喂，爷爷。小美啊，你在火车上？回家啦？到家了。一只大象，一只蓝色的大象。好，爷爷下山就拿给你啊。爷爷，你要快点来哦，我好想你。妈，你在干嘛？出国的事，我过两天要出国，过年前就回来。又要出国？哎，怎么不先吃啊？在等我？开动，开动。怎么样？很蠢嘞！吃饭的时候戴什么帽子？Hello, bonsoir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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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s du tout. 小美。爸爸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里脊。Cette position de la semaine prochaine est exabondante. Vous lui faites confiance? C'est pas ce que je voulais dire. D'accord. 小美。啊。
费对你来说永远都不严重，都是我。我们一起把监控拼完好不好？小美，你先回房间，等一下爸爸再陪你拼。我们一起嘛。小美乖，先回房间啊，乖。圣诞快乐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想跟你说圣诞快乐。各位同学，安静安静，来回去坐好，快点。班上转来一个新同学，来，进来进来。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周宇杰。有点小声。他叫周宇杰，那个宇宙的宇，然后杰出的杰。那刚转来班上，那大家以后要多多帮忙他，那大家掌声欢迎他好不好？你坐那边。好，课本翻开来，陈威翔。啊。上礼拜交到哪里啊？不知道啦，上次课本被你没收了。我可以透过与别人的互动来更加的了解自己，发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。并试着找到标准来衡量自己。如果能够发现自己的优点，发挥所长，并能够增加我们自己的自信心，甚至激发潜能。这位同学，这位同学，我还在上课，你要去哪里？上厕所。要上厕所不会先问吗？老师会去上厕所吗？靠，有够嚣张的，嚣张的，快去快回。来，其他同学，头转回来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小妹。跟班长和妈去吃蛤蜊饼，你要不要起来？我好啦，一起去嘛。我今天要早点回家，下次好了，下次吧。
在干嘛？做功课。看妈帮你买了什么？帮我关那边好了。啊。哇靠！龙姐，这拍的，这你看我不能看哦。哎，你看看，新来的画了，你不要动啊！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你们看，新来的画了龙女，哎，你们看。怎么一回事？陈威翔，那什么？我要自己看。是谁的？他的。你干嘛拿人家东西？跟我出来。周瑜杰，对不起，关你屁事。张小姐，瑜杰的素描。该怎么说？学校不是不尊重艺术，只是雨杰有些素描，可能会让一些同学产生不好的联想。你知道，初中男生有些心智不太成熟，绘画里艺术或者是情色的部分，他们比较不能够辨别。你们老师可以辨别就好啦。以后雨杰不会带这样的绘画本到学校来，对不对？啊！干什么啊？
吃不了。告诉你多少次，打女人男人不是男人。周妈妈，雨洁她没有打我，是班上几个男生来欺负我。雨洁是来帮我的时候受伤的。妈，走了。有人来接你吗？有。谢谢。爸拿一下。你去看爷爷了。小美啊，爷爷生病了，现在在医院。这个大象就是爸爸去接爷爷的时候爷爷叫我交给你的。那我可以去看爷爷吗？现在太晚了。爸，你就让爷爷多休息一下嘛。啊，明天我就带你去。小妹，爸妈呢？一个人来的。
只大象还给爷爷，我不要。等爷爷病好了，给他装上第四只脚，我才要。爸妈出去一下，你乖乖待在家里。小美，爸爸妈妈要出发了，你真的不去吗？你不去跟爷爷说再见吗？他不去就不要勉强他了。
同学，谢欣美，你忘了付钱了。谢欣美，那个，班上都布置比赛，老师问我要不要做，我想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做，我一个人应该做不完。好啊。真的吗？画好了，你就照着折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是折到这边。左边一点，往下。你看呐、啊，谢欣梅跟赵雨杰不知道要干什么，他在那边卿卿我我。对。陈慧生，你干嘛？很帅，给我好不好？跟我一样帅，很配我哎，谢啊。还回来了。反正你们那边有那么多只动物，有大象、松鼠，还有羊，给我一只啊。你可以抢人家的东西好不好？怎样啦？问啦，在教室是大家的啦，怎么样？你干嘛？怎样啊？用打我啊？不敢哦，打！我来了。陈慧祥，你别闹了，再闹我就班长来哦。来啦，不怕他，叫他来。好啦，陈慧祥。陈慧祥，你班长了。陈慧祥。东西还来了，这么多烂东西啊！我们换衣服去吃饭好不好？
小美最近交男朋友了？啊？没有啊。我看你最近都比较晚回家。我跟你说过我在忙教室布置啊。你开心吗？反正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开心最重要。那妈妈你开心吗？我现在非常开心。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教你跳的那个舞吗？你是说踩来踩去拍来拍去那个吗？嗯，陪我跳好不好？哈，嗯，在这里。对呀。不要啦。来嘛。来了。这是莫内画的撑伞的女人，女人是他的妻子卡米尔。旁边这个小男孩是他们的儿子。这是玛格丽特的情侣，这是梵谷的向日葵，这是雷诺瓦船上的午宴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妈妈以前在巴黎就是学艺术的，所以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，我们家每年都会在一起拼一些名画的拼图。但是最近都只有我一个人在拼了。小朋友需要帮忙吗？我想要买星空。星空啊？哦，我们星空有300、500、1000还有3000片的，你要哪一种？嗯，我们家星空是1000片的，但是我不小心掉了一片，那么就卖我一片，就最良心中间那一片。我们没有只卖一片的耶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自己先随便看一看。你知道拼图的由来吗？不知道。在1760年，有一位专门设计地图的英国人，他把他画好的地图贴在一块木板上，然后沿着乡村都市一块一块的割下来，然后再拿给小朋友拼，
小朋友拼久了之后就会知道他们是住在哪个乡村哪个都市，所以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拼图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个？那边写的。你白痴哦。你就上面写的啊。那你还背下来哦？我记性好。那再背一遍。有一天他把一张地图贴在一个木板上，然后呢就沿着乡村跟都市的边缘一块一块剪下来。他两个小孩子去拼，所以说世界上第一个拼图。妈妈，你没有在听。小美，吃饱了先回房间，我有话要跟爸说。走吧，会不会得奖？明天就知道结果了。怎么了？你觉得两个人之间的爱会消失吗？会。那怎么办？不知道。再陪我一下好不好？这个还蛮好看的哎。对啊，配色还不错哎。这个还不错啊。你喜欢这个？哦，没有了，很难看。怎么会这样啊？绒具榜。
又要搬家了。那个人又出现了。这个帮妈拿一下。我们上去再说。小美，停一下。谢新美。爸爸跟妈妈，我们爸爸妈妈决定要离婚了。爸爸妈妈决定要离婚了。小美已经13岁了，应该听得懂吧？小美13岁，听得懂。爸爸妈妈讨论了很久，做了这个决定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这样。对大家都好，这是爸爸妈妈之间的问题，跟小美无关，绝对不要认为自己有错，只是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了，我们也不想一直吵架，这样对小美也不公平。对小美不公平。离婚以后妈会搬出去，爸妈都觉得你已经上中学了，应该让你自己选择要跟谁住。当然也不用现在下决定，妈也不会马上搬出去，还有很多事的细节之后可以慢慢处理，只是我们都觉得应该让你先知道。小美不急，小美可以慢慢想。你在干嘛？你做好决定了吗？要是我爷爷还在的话，他们就不会这样了。你上次看青青是什么时候？我不记得了。我们一起去看青青好不好？
有车哎。怎么啦？我们要去我爷爷家，可以搭个便车吗？这个方向啊。嗯。哦，好，上来。走多远算多远呢、啊？谢谢。小心哦。时候，第一天上国小啊，就发生了一件超糗的事情哎。就是啊，中午拿好便当啊，就进错教室。我八岁那一年啊，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个弹钢琴的女生，那时候就觉得女生弹钢琴好漂亮哦。我九岁那一年生日啊，蛋糕是我自己做的哎。是一个超大的抹茶红豆蛋糕哦，我做完之后觉得它蛮丑的，可是我带去学校，同学就把它抢光光哎，我自己口都没有吃到。我上次上山看爷爷是两年前的暑假，在这个溪流啊，我跟爷爷在玩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话说太多了？不会啊，那该你说喽。我没有什么好说的、欸。怎么可能？每个人小时候都会有印象深刻的事情啊。我没有。小气。我哪有？小气鬼。我不是小气鬼。明明就是。我记得是这边哎，应该是右边这条吧，好像那条看起来像是没有人在走的，但我真的记得是左边哎，你确定吗？嗯，应该是这边，我记得这两棵大树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没事，不要看我们走。怎么办？这里是哪里呀？
你看，那边有房子。有人在吗？怎么了？我也想换衣服。你没带衣服吗？我去外面，你换好了再告诉我。你不要出去啦，我不害怕。不可以转过来哦。好。你还在吗？还在啊。周雨杰，色哎。小杰。嗯，如果我们两个就这样死在山里面，别人发现我们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说我们是殉情哦？你白痴哦！说如果嘛，我们不会死啊。要是你，你爸爸妈妈现在应该很担心你吧？说不定他们到现在还没发现我离开了。怎么可能？去年有一次，我爸妈吵架吵得很凶，我就很想去山上找我爷爷，就一个人到火车站，在那边坐了很久，最后我还是回家了。但是等我到家的时候，爸妈还在各自房间里，根本没有发现我离开过。我九岁那一年，我爸爸在工厂发生了意外，压断了手指。他就天天待在家喝酒、赌博，还开始打我妈妈，把我妈的头发抓起来，一直赏巴掌。有一天，我爸喝醉了。他叫我陪他喝酒，我说我不要，他
他就把我所有的奖状一张一张的撕掉，我忍不住就哭了。我爸就开始打我，他说我瞧不起他，可是我没有瞧不起他，我只是想要有一个正常的好爸爸。为什么我要有这样的爸爸？这件事被我妈知道后，她就带我搬离那个家，搬到很远的地方。但是没多久，又被我爸找到了，所以我们就一直搬家，一直搬家，一直搬家。你很幸福的。起来一下，来嘛。怎么了？过来啊，跟我跳舞。啊？我教你。一二三四五，跳！一二三，踢拍，这边也是，踢拍。这什么舞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是我妈妈从不老电影学来的。嗯。啊，那先看我跳边好了。一二三四五，跳！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往前三步，一。三转，一二三跳，这也是踢拍，踢拍，前三步，一二三，然后要这样。睡得好吗？我们今天就沿着这轨道走，应该就可以找到路了。嗯。小杰。嗯。谢谢你。这里，女士优先。你先。你先请。
你先啦。没有关系，你先。走了啦。快到了。你闻叶子就知道了。相信我啦。你在门口等我一下，可以吗？哦，好。这是爷的工作台，这些都他做的。这些画是我很小时候画的。这是我的小书桌。就是这边，小时候跟爷爷看星空的地方。整个屋还不是。再等一下吧。我真的好希望我能看到星空。
小美，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开心，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可以这么开心。认识你，我才知道我可以这么幸福。回家后，我又要搬家了。我爸爸他，小美，小美。你爷爷的电话已经不能用了。我有带手机，在我包包里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不让你知道，只是如果要用到手机，我们的旅程就要结束了。我们回家吧。小姐，再陪我一下好不好？钟玉洁，钟玉洁，小杰，小姐，
小美，已经不爱彼此了。我有一群关心我的同学，虽然他们不见得了解我。看着我同学们的背影，我发现他们的夏天才正要开始，但我的夏天却提早结束了。在我高一那一年，爸爸妈妈还是离婚了。妈妈几年后在国外再嫁，我选择跟爸爸继续生活。13岁的我们其实非常脆弱，13岁的我们其实相当坚强。所以在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以前，请温柔地对待我们。我们要求的真的不多，一个眼神，一句话，一场雨，一阵风，或者是一个点头再见，只要这么一点点的温暖，我们都会打从心里感到幸福。但是我要的再见却始终都没有得到。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小杰，小兔子再也没有变成大兔子，小象也没有变成大象，唯一长大的好像只有我自己。虽然一切都会过去，但是在放手之前，想要抓多紧就抓多紧。
对，广东。喂，阿尼巴。喂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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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客气什么？下雪了，接到爸了。不用了，待会就一起吃饭了。Qu'est-ce que tu regardes? Pourquoi il manque un morceau à cette peinture? Ma, t'as pas de你还记得吗？那年夏天，最灿烂、最寂寞的星空。Thank you.
从前的从前从